件事而你不会明白，有一个谜语要你猜，有了它叫人感到心情愉快，没有它你要慢慢等待。呀呀呀呀呀呀呀，假如你假如我希望它到来，你和我都要把心儿先打开。呀呀呀呀呀，人人都说它就是份爱，要把它放在你心怀，它需要你来付出无限关怀，更需要你的培养灌溉。呀呀呀呀呀呀呀，假如你假如我已经有了爱，你和我会感到心花朵朵开。呀呀呀呀呀，珍惜这一份爱。有一件事儿你不会明白，有一个谜语要你猜，心情愉快，没有它你要慢慢等待。呀呀呀呀呀呀呀，假如你假如我希望它到来，你和我都要把心儿先打开。呀呀呀呀呀，人人都说它就是爱。